聪明三方法，削皮免刨刀。难削皮的番茄和甜椒虽然可以连皮食用，但容易塞牙缝，影响口感。一起来看看餐厅大厨的去皮妙方吧。番茄去皮时，只要先把蒂头去掉，尾端轻轻画个十字刀，放到滚水里煮20秒后捞起，冰镇就可以把皮撕掉了。甜椒的去皮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把甜椒放到炉火上，小火烧到整颗变焦黑，放进容器里焖20分钟，最后用水冲一冲，烧成黑色的皮就可以轻松搓掉了。皮又硬又厚的南瓜，削皮时也常让主妇们伤透脑筋，只要先把南瓜放到滚水里焖3分钟，捞起来后冲一下冷水，就可以轻轻松松把皮切掉，轻松去除外皮，蔬菜变得更可口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